说因果报应的事例。过去啊，印光大师特别喜欢念佛感应呀，因果报应故事呀，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啊都是故事呀，都是我们平时大家遇到问题了，遇到事情了。因果报应写出的故事，这个呀，对大家潜移默化，影响大家断恶行善，非常好的手段。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应该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努力的收集因果报应的故事，能够从佛祖、佛经那里收集起来更好，因为佛经里边讲的往往没有争议，尤其是佛祖当年。发生的故事是最好的。另外要告诉，教给子女、亲朋好友什么呢？就是念佛利益。我们要知道念佛呀，不能为念佛而念佛，念佛是为了获得利益。没有利益，念佛做什么？现在我们地藏七网站的打气日记、修学日记，这通通都是念佛利益。都是大家在修行中间，在佛力加持下。获得的种种利益，所以我们提倡大家呀，多看日记，对我们修行，鼓励我们修行，有莫大的好处。印光大师说，平时日常中间不要谈论那些无意义的话，不要谈论那些世俗的话，要谈论什么呢？就是这些因果报应、念佛利益的故事，这些事例，这个最好不过了。谈这些有啥好处呢？就是让大家呀，听者心中就知道自己的心和天地鬼神是相通的，不是说你自己什么都敢干，以为没人知道，其实不是的。人的起心动念，天地鬼神都清清楚楚，没有不知道的。而且呢，如果我们懂得念佛呀，我们呀，还可以和阿弥陀佛慈父相通阿弥陀佛都懂得，都知道这样的话，我们自自然然就不敢造恶，自自然然就遵守五戒十善，不敢犯了。自我。
自我懂得约束，自我懂得护念，那这个人怎么敢去做犯罪的事情呢？而且懂得念佛，自然上进，不会自甘堕落，从此断除恶念，增长正心。就在讲这些因果故事，就在讲这些念佛利益的故事当中，自自然然能够断除恶念，增长正性。这两段是说什么呢？都是说我们的心念啊，因为啊，只有心念正了，心念知道如何做了，我们呀，才不会做出犯罪的事儿，说出造恶的话。所以念头最关键。那么对于女子来说，现在可以做贤妻，将来有了孩子必然能够做贤母。我们要知道，从小听到的这些故事呀，印在心里，等到自己有了孩子，自自然然呀，又将这些因果报应、念佛利益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用这些继续去影响熏陶孩子。使孩子习以成性，印光大师说了，如果人人如此，家家如此，社会都是这样，就可以形成什么呢？形成习俗了。啊，如果把因果报应、念佛利益这些故事都给他发掘出来、整理出来，形成文字，配上音乐，形成故事视频，普遍的推广，最后呢，人人读此文，人人听此音，人人看这些故事，习以成性，形成风俗。印光大师说，这个可厉害了，这是治天下国家之根本法论也。啊，这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因果道理要知道，但是呢，印光大师说，这有个窍门，要讲什么呢？讲那些故事，啊，讲因果报应的故事，讲念佛利益的故事，这个呀，人们爱听爱看。用这些呢，代替现在社会那些言情的东西，啊，鼓励贪嗔痴的东西，这个能够代替。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故事，人们爱听爱看爱讲。这些东西啊，教给孩子，孩子爱听，教给大人，大人爱听，教给老人，老人爱听。就在听故事的中间，潜移默化呀，就把佛法、因果道理原理、念佛的好处深入人心了。所以印光大师说，这些故事呀，最好不过的了，啊，这些感应故事是最好不过的了，这些故事是治天下国家之根本法论也。啊，所以我们同修啊，应该发心
去整理这些啊因果报应故事、念佛好处的故事。因为什么呢？啊，这就响应了印光大师啊的号召，可以移风易俗，可以使天下太平。菩萨随俗立生，并不另起炉灶，对病发药，令彼个个救路还家而已。现今学堂中妇女多多妄生意图，逆超政权，不知各守本分，相夫教子，乃天下太平之根本。已故周之王业基于三太，彼太姜、太任、太姒乃女中圣人，但以婴向其夫，胎教其子为事，今人不此事学，其所纪律皆为乱天下之没念，可胜道哉？光本世外人，何论妇女事？以儒家女劝多故，意愿将来师表女流，移行归困，以扬佛日之光耳。这是印光大师啊，对佛法、对佛法的运用，说出的一个啊非常精辟的观点。菩萨利人啊，不是说另起摊儿，自己搞点什么创新，没有，就是根据现在的情况、现在的人们的需要，给他一副药而已。现在人啊，吃了这副药，把他的病治好了，回家呀，该过日子过日子，该上工作去工作，该干嘛干嘛，使他倒归正而已。没有啊，另外干什么？没有去搞独特的东西，没有搞啊显示自己不同的地方，完全是依众生情况、众生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一个适合的方法，啊，给出一个恰当的药方，让众生呢吃了这个药，按这个方法去修行，他自然倒归于正了，自然解决问题了，自然恢复正常了，自然身心健康了，如此而已。众生从佛法里面受益了，顺势引导，使众生走上修行之路啊，在末法时期告诉大家净土原理，使大家呀懂得生死的归宿，能够懂得因果，自己不造恶，
广行善事，懂得念佛的原理，天天在生活工作中遵守五戒十三，天天懂得念佛，自自然然一辈子修下来，身心安宁，家庭和谐，社会安定，自自然然用佛力将我们自己逐渐净化，将善根福德因缘不断地积累起来，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准备充足的资粮。当我们临终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欢欢喜喜的随着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呀就是佛教导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也是印光大师教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生活工作修行呀最好的模式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学习，谢谢大家。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学习，我们接着上一次学习。现今学堂中妇女多多妄生意图，逆操政权，不知各守本分，相夫教子乃天下太平之根本。已故周之王爷基于三太，比太姜、太任、太姒乃女中圣人，但以婴向其夫，胎教其子为事。今人不此是学，其所纪律，皆为乱天下之媒孽，可圣道哉？光本世外人，何论妇女事？以汝家女劝多故，意愿将来师表女流，宜行归捆，以扬佛日之光耳。那么现在呢，对妇女啊，对女性，应该操持的啊，应该按照他自己心性啊，根据他的生理，根据他呀在自然中应尽的地位，应该具备的这些能力，印光大师说啊，妇女啊很重要啊，非常重要，但是重要呢要重要在地儿啊，恰当的地方，不要在不恰当的地方强于表现，这样的话呢既不能做好自己本应该做好的事情，又把其他事情啊做得不好，
最终呢自己也困难，别人呢也费劲，整个的家庭结构、社会环境可能呢由此就乱套了。对于妇女来说啊，印光大师说了啊，要守本分，相夫教子，这个就是妇女啊最重要的职责啊。不是说呀啊这个男性就不应该做这事儿啊，为什么都让女性来做这个事情呢？这个呀就是由男女啊啊他的生理心理啊各种因素决定的。如果妇女能够各守本分，相夫教子，那么这个天下呀太平的根本就抓住了。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呢啊男女平等了，妇女做的事情啊啊很多方面，在事业上啊在家庭里边和男子做的都一样。那么女子应该承担的相夫教子这责任呢，往往啊表现呢在家庭表现就比较强势。家庭啊没有互补啊，都很强硬，家庭就不安。啊，我们知道家里边往往啊啊阴阳相济啊刚柔相济，这个家庭啊往往比较安宁。如果男女都很强硬都很强势，这个家庭往往容易吵架，互不相让。如果没有得到调剂的话啊，长期纷争最终有可能变成啊啊家庭分裂。所以我们现在社会离婚率很高啊，为什么呢？这个印光大师告诉我们了，这个妇女应该啊各守本分，相夫教子啊，这样的话天下太平了。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太平了，家庭都太平了，天下就太平啊。那么印光大师还举例，周朝啊800年江山，关键呀、啊、就靠最初的这三位太太生下了好儿子，一代一代传下去啊就不得了了。那么说妇女就管相夫教子吗？不是的啊，因为他实际最重要是做应向其夫，胎教其子，这个是妇女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因为妇女啊她孕育生命，对生命
对自己的后代具有决定意义，对后代的成长影响具有关键的作用。所以妇女能够帮助丈夫，使丈夫呢能够安心于工作，安心于对外，对于胎教其子，教育自己的子女，妇女是起了最关键的作用。所以说呀，妇女不是说在家里边仅仅是做一些不出人头地的不露面的事情，做一些天天做饭操持家务的事情，而是通过这些事情做好基础工作，做好教育工作，使家人能够完善功能，支持家人做好工作，起了一个极大的补充作用。人人都想出人头地，人人都想表面光鲜，这个是不行的。而妇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叫上善若水，做的是补充工作，滋润工作，是为别人这个男子成就，为子女成就，做的是最基础的工作。这个是妇女本身性别本身各方面心理生理等等所规定的自自然然形成的应该去承担的责任。如果妇女不承担这方面的责任，自己呢冲在前面，很可能家庭不能够安宁和谐，社会就容易出现紊乱这是印光大师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想我们妇女应该安守本分像印光大师说了，妇女的职责是什么呢？要各守本分，相夫教子，要因向其夫，胎教其子，这个就是妇女要做的事情。再学一个，家庭教育母教最要，家庭教育因果报应乃现今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极要务，若不从此着手，则凡所错之皆属之末，皆可为为。唯从小便教以敦伦敬奋之道，因果报应之理，则习以习成，乃长而不为贤人者，无失礼也。印光大师当时所处的时代很混乱社会很混乱，
印光大师根据当时社会现状开出一副药，这副药呢就叫家庭教育因果报应。着力点着力在家庭教育上，印光大师没有着力在国家建设呀，整个社会建设没有啊，印光大师没有干这事儿，抓家庭教育，这个是社会的细胞，社会这个细胞如果能够用因果报应这个原理给它改造了，这个细胞啊就健康了。每一个细胞如果都能够用因果报应原理给它教育改变了，那么这个社会啊整个机体都健康，整个社会自然啊就没问题了就好了。而且印光大师说这个家庭教育因果报应那是挽救世道人心之至极要务啊，没有比这更迫切着急的了。别的事情可以缓一缓，少做一做，以后再说，这个是急迫的，立即要做，不要等了。其他的东西都是什么呢？肢解啊，不重要，往后推一推不要紧。教育孩子从小就教育什么呢？要敦伦敬分之道，因果报应之理。教育孩子呀，不要贪嗔痴啊，不要做逾越本分的事情。我们是什么位置，我们就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学生，我们就好好学习。我们是妇女，我们呀就相夫教子。我们是丈夫，就承担家庭责任。我们是父母，就应该啊教育子女，养育子女。如果我们是婆婆，就应该呀爱护子女，同样呢要爱护啊媳妇，让他们呢家庭和谐，照顾下一代，而不是出难题老吵架，因为生活不某些方面不足就指责家人。这样家里啊怎么能够安宁呢？所以从小要教育子女教以敦伦敬分之道，因果报应之理啊，这最重要了。这个敦伦敬分是来源于因果报应。真正最根本的原理出于因果报应之理。因果报应把我们整个社会
一切原理的根源找到了，推导出来了，由因果报应原理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一切啊都是过去业因的推导，是业力导致的，不能埋怨任何人，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现在自己去承受。所以我们要安心承受于现状，在现有的位置上表演好我们自己的职责，是家庭安宁啊，再是社会安宁啊，这么长期教育啊，慢慢让孩子习以性成，养成习惯，他的习惯就是顿轮尽分因果报应，等长大了啊，他不成为闲人就没道理了啊，一定是个和善的人，一定有正确知见的人，做的事情呢一定不会做侵害社会侵害啊别人的事情。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身贱名劣何得有此责任，须知国家天下由一人一家而集成，彼有权力者同事超歌，无权力者聚党劫掠，与夫荡俭于闲，作奸犯法，只同借暂时之侥幸，不顾后来之祸福者，皆由从小未受贤父母之善教，不知利人即是利己，害人胜于害己，做善者其家必昌，默而神操善道，作恶者其家必亡，默而神堕恶道之所至也。大师告诉我们，国家天下看起来啊很大，还是个抽象概念，但是啊它是由一人一家组成的啊、嗯、一人一家组成的。如果啊、出现有权力的同事超哥，没权力的呢啊、聚党劫掠，慢慢的呢大家都用侥幸的心理去做祸害的事情，不管啊后面啊到底有没有报应，这些人啊肯定从小啊没有受好的父母教育善教啊，父母啊从小肯定没教育他敦伦尽分之道，因果报应之理啊。啊殊不知啊利人啊就是利己啊，啊你帮人啊最终是帮自己，你害人啊比害自己还厉害。做善的家庭将来必然昌盛，啊、死后啊可能啊升到善道去，做恶的呢将来这个家庭必然灭亡，死后恐怕要堕落恶道啊。使之生和则享顺，行直则隐端，
种瓜则得瓜，种豆则得豆，既造如是因，必感如是果，绝不至为求自己安富尊荣，致令杀人营城营也，以及国运危急，民不聊生也。这个呀，就是因果道理啊。因果大师说了，因果道理就像什么呢？听见声音啊，那头发声，这头就听到了。你形体直的影着，它一定也是直的。种瓜肯定长出是瓜，种豆长出的肯定是豆。不会乱的啊，这叫如是因如是果呀。明白了这些道理，会为自己的安富尊荣去干出啊杀人营城营也，是国运危急民不聊生的事儿吗？不会的啊，不会的。你懂得因果道理，绝不去干这种事儿，不敢干呀。是故建大功立大业，浩气摄天地，清超皎日月者，皆抱己利利人之心，自利利他之愿，故得千百年后人皆敬仰。无奈世人见识偏浅，每多背道而驰，又既无贤父母之善教，长幼无贤室友之提携，从之越礼犯分，至堕监狱，虽属自取，实看怜悯。因果大师说，真正的懂得道理、懂得因果道理的人，一定是建大功立大业，都是为众生得利益。他做的事情呢，浩气啊冲射天地，他自己的啊清超和日月一样皎洁，他保持的是己利利人，自利利他啊。这种人啊，千百年后人皆敬仰呀。啊，可惜啊，啊，印光大师说，世人见识实在是浅，又偏又浅，做的事情呢背道而驰，从小没有好父母教育，敦伦敬分因果报应这些原理，长大呢又没有好的师友提携规劝，于是呢受不良影响，做的都是越理犯分犯法的事情，最终受法理审判啊，堕落监狱，最怜悯不过了啊。于是各狱皆立以教诲师，日与监犯讲说为人所当敬之道，因果无祸爽之理，即彼洗心地律，改过迁善，勉为良民，转乡教化，彼若自若他，同归圣贤之欲，属国家天下，永享太平之福矣。
监狱里边的犯人，说实在话呀，都很可怜啊，都很可怜。可怜在哪里呢？他们不懂，不懂啊，真的不懂，没有正确的观念啊，指导他们，不懂得因果报应的原理啊，真的不懂，非常可怜。如果他们懂得因果报应原理，他不去干这事儿的啊，他一定呀不去干这事儿，何必呢？干完了他自己都知道后果不良，他为啥要去干呢？他能干，他一定是不懂，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出现这些啊作奸犯科的事情，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在于啊，教育不到位，在于呢，没有把因果报应的原理告诉他们，没有把这个利害关系啊说给人家，这是最根本的啊。我们很多同修啊，现在我们打七学习啊，用各种七，实质上就是把佛呀啊佛法的原理反来覆去的教给大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你懂得原理了，他哪里还去干啊犯罪的事儿？明知道那个不好，明知道那个啊有恶果，谁还敢去做呢？就没人敢做了。所以教育啊是最最关键不过的事情了啊，我们把这个正确的道理，佛的知见告诉众生，这就是法供养，这就是无畏布施。啊，我们现在地藏七，每种七都是告诉大家呀，因果报应之理，都告诉大家呀，你在这个阶段什么可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反来覆去的向大家提醒，帮大家分析，告诉大家呀哪些啊可做，哪些不可做。这里印光大师说啊，这是讲如果监狱能够设立一个教诲师，告诉这些犯人啊这些因果报应的道理，这些犯人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因果原理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啊，真正能够忏悔，洗心革面，改过迁善啊，重复变为良民啊，而且互相转告，互相
劝化，大家都能够啊行圣贤之事，都能够讲因果道理，那么啊很可能啊都能够是国家太平了。少子慧远向因朝和敬监狱教诲失职，其开导奸犯之稿有数十篇，约十余万言，皆劝其守奉安命，敦伦敬奉之说，而且引经原始，据古正经，文虽浅而意旨实生，虽特为奸犯说，而一切人聚义观览而一行焉。啊，就是说印光大师啊写信的这个对象叫慧远，他呢就是在朝和敬监狱里边做的教诲师啊，他为了教导监狱的犯人啊写了很多文章啊，里边的内容都很好啊，都很好啊。印光大师说，这些文章不仅这些犯人应该看，我们啊其他人都应该学一学，看一看，懂得这些道理。同志者以其有意应付排印，其光作序，以为祥导，光应将挽救世道人心之要为之点出，比举世之人同注重于家庭教育与因果报应，而家庭教育母教最要，使贤母从儿女小时以身率其敦伦敬奋之事，又日为宣说因果报应之理，其儿女决定皆成贤人，又何有越礼犯分，伤天损德等行为乎？所愿皮肤皮肤各任其责，孰可贤人杰出而匪徒革新，礼教性行而天下太平矣。明理达人当不以五言为谬妄也。印光大师说啊，把这个文章印出来，教育世人呀，挽救世道人心啊，都有益。那么注重家庭教育与因果报应，印光大师说了，核心在哪里呢？母教，母教最要啊，因为这些家庭教育因果报应，谁是最恰当的教育者呢？是母亲，最恰当不过了啊！啊，那么我想，我们作为妇女，作为女子，都应该呀、啊学一套因果报应这些故事，
尤其是佛祖当年讲授的这些因果报应故事，那是最好不过的。啊，用这些因果报应的故事，从小啊，就给子女讲一讲，在家庭里边呢，给自己的家人讲一讲，这是最好不过的。啊，平时啊，在家庭生活中，自自然然的讲出来这些道理，潜移默化的影响家人，最好不过了啊，最好不过了。所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么，这个匹夫有责，责在哪里呢？如果按照印光大师告诉我们的，啊，这个责呀，就落实在家庭教育、因果报应上。我们把这点事情做好，啊，天天日日的用因果报应熏陶。人人改革改变了，整个社会啊，自然行安宁了，自然呀，天下太平了。这是印光大师给我们开出的一个简明易行的药方。好做啊，这个工作好做，关键我们要懂得啊，懂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药方呢是切实可行，效果啊非常的好。这是治胃病，这是做预防工作，不要等到人犯罪了，人得病了，社会危难了，我们才啊起来要救亡，那个呀有点来不及。我们呢要在啊这个孩子刚出生，孩子还在母腹中，我们呀就用因果报应，用佛光给他改造，从小就讲因果报应故事啊，时时刻刻的教育孩子呀因果报应故事，因果报应原理，把这个孩子从小就给他用因果报应原理给他归正了，那么长大呀，他一定不会做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事情。这个是最强而有力的啊，这个是我们社会真正太平的唯一方法。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为切要。天下不治，由于家庭无善教；治有天资者，奚为狂妄；无天资者，假与愚顽。二者皆非国家社会之福，是知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尤为切要。以今日之贤女，翌日即为人之贤妻贤母。人得贤母之教育，贤妻之辅助，岂有不成贤人乎哉？故曰：教子女为天下太平之
根本也。印光大师说，天下不治，因为家庭没有善教，所以呢，有一些天资啊，天资很好，天分很好，很聪明的，没有引导好，没有教育好，最后呢，养成狂妄的习性，祸乱社会。如果没有天资的人呢，啊，做的都是愚蠢的事情，危害社会。去啊，咱们经历过军阀割据，叫城头变幻大王旗呀、啊。人民呢，天天提心吊胆，不知又来了哪股部队，又出什么新的苛捐杂税啊，谈不到快乐啊。那么现在啊，我们家庭往往都是独生子女，如果不善于教育这些独生子女，长成以后往往也养成了自私、不顾他人、贪于享受、没有社会责任啊等等现象。啊，印光大师说，没有好的家庭教育，没有啊这些敦伦敬分因果报应原理的教育，子女长大啊，往往不能成才。啊，往往长得啊歪七扭八、曲里拐弯的。说他是一个才弟吧，啊，他又不能做栋梁；说他不是才弟吧，他又长在那里，啊，要用一无是处；不用他呢，他又到处危害。非常的麻烦。所以印光大师说，这两种都不是国家社会之福啊，都是国家社会的负担麻烦啊，国家社会危害的来源。所以印光大师说啊，教育子女是天下太平的根本，家庭社会太平的根本啊，这里边啊，教育女子最为切要啊，把女子教育好，用敦伦敬分因果报应的原理教育好了，等到她长大了，她就可以做贤妻贤母了。把这个家庭啊，就可以用因果报应原理、敦伦敬分原理给他管好，把子女教育好。所以印光大师啊，将社会太平、社会安宁这个根本一层一层的剖析开来，
最后落足于教育女子这个根本点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再学一个，教女重于教子，人生世间善恶各需辅助，方克有成。虽天纵之圣，尚需贤母贤妻以辅助其道德，况其下焉者乎？已故太任有胎教，知文王生有圣德，故施赞其行于妻寡妻，至于兄弟以育于家邦。然此但曰文王便说，若论太姒之德，故亦可以辅助文王之道，如两灯互照，欲见光明，两手互洗，方得清净。观斯哉太任、太姒实微婴之词之说，可以直言，由是言之，事少贤人，由于事少贤母与贤妻也。良以妻能应向其夫，母能胎教子女，况出生数年，日在母侧，亲至一犯，常成训诲，请不知不觉为之转变，有不欺然而然者。这个呢，前面还是用周朝这个祖先做了说明啊，做了说明。这里边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印光大师告诉我们啊，孩子生下来都是在母亲身边啊，天天啊在母亲身边滚来滚去的，受母亲的影响是最大不过的啊。孩子的性情啊，不知不觉为之转变啊。这个印光大师讲的这一点很根本，很重要啊。母亲的说话、言语、行为、磁场，一切的一切，你不知不觉就把孩子变了啊。我们以为孩子小听不懂，以为孩子小不懂事儿，不是，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啊，你家人有什么呀，一下全部的映射到孩子的啊头脑里边，自自然然呀就给他变化了。于常为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又常为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超得一大半，盖为此也。印光大师说，这个为什么说女教女是根本呢？为什么说天下太平啊的权力有一大半是靠妇女呢？啊，就关键在这儿啊，因为它天然就影响了家庭，天然的影响了子女。以天之高者，若有贤母以君讨之，贤妻以辅义之，自可义成心正，明明德，止之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即天之平常者，亦堪
循规蹈矩，做以守分良民，断不知越礼犯分，为非作奸，以舔所生，而为是害也。昔世人孟孟不以敬轮守分教女，使欲为从事于庄事，则一无所想。一日为人妻为人母，不但不能相夫教子以成善事，或反向之教之以成恶人。由是言之，教女一事重于教子多多矣。英文老师说了，如果这个人天资很高素质很高，如果有从小有贤母熏陶他、教育他、影响他，从小就养成了懂道理、懂因果报应原理、懂得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等到长大呢又有贤妻辅助他遇事可以规劝他，用因果道理影响他，那么这个天资高的人自然可以一成新政，明明德直之善时常的用因果道理用道德规范自己，最终达到完善。如果天资不是太高也可以循规蹈矩，做一守分良民。一定不会做越礼犯分，为非作奸做犯罪的事情这些天资高的人呢，机会来了可以将自己从小熏陶受到的教育影响更大的范围影响更多的人，机会没有呢，自己做修养功夫。有良母教育成长，如果机会到了，可以教育无数的人受益，无数的人因佛法修行能够懂得道理，这就成就一片呀。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可惜英文大师说那会儿的人怎么教育孩子呢？每天就教孩子怎么梳妆打扮教一些就日常的事情，把孩子的灵智都扼杀了，不懂得如何做人，不懂得道德，不懂得因果，把这个根本没有教。那么这个孩子等到将来做别人的妻子，做孩子的母亲，同样他也不懂这个道理，既不能相夫教子成为善事，相反很可能教育孩子不要吃亏不要
多占便宜，慢慢鼓动丈夫去做啊违法的事情。很可能把孩子、丈夫都变成一些罪人。这个很有可能啊，而且现实中间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很多。哎，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印光大师啊号脉号的很准，观察世间，观察家庭很细致，找到了人们呀不能够行善，不能够使自己懂得因果道理，最终平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家庭呀。家庭般，家庭啊，因为自己的贪欲去祸害别人，祸害社会，慢慢的家庭都这么干，一辈子一辈子延续下来，我们这个社会啊就乱了，风气就差了，人们就不安宁啊，所有人活着呢都累了。到这里啊，下次咱们再继续学习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我们接着上一期学习的内容啊，我们继续学习。而与所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齐建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乃征与时与也，竟是学分大开，女子入学多被不知教本之教员所误，从之不已，竟沦守分，以始宜家相夫教子为事，个个皆欲操政权做长官，越分纪律，习为狂妄，亦可开也。安得有长名者极力提倡令其在家庭中培植，彼修其治平之效出于不知不觉，了无行迹中，则何幸如之。印光大师用他自己的慈悲心深深地关注着我们这个世界，关注着我们这个社会
也关注这样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他观察了种种的现象，找到了啊这个世间啊啊乱象的根源，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安本分呀。那么尤其呢，印光大师认为这个女子不安本分，女子呢啊从幕后走到前台来了，那你想想，原来女子应该承担的这些基础工作谁来做呢？那么女子做了这些啊前台上面的事情，要也要像男子一样欲超政权做长官，那很可能呢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顾不上呀去做教育子女的事情了啊。我们现在知道啊，现在社会啊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放在哪里了呢？啊，都放在社会上来做了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啊，我们孩子很多知识，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学的内容呢非常的广泛，但是很多东西啊学校是不能够代替母亲的。尤其呢在胎教阶段在0到6岁阶段都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是孩子呀人格养成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样子，往往后面呀受这个影响决定了啊将来的成就。现在女子呢都忙于工作啊，忙于外边的各种事务，往往呢在家里待一待都觉得啊寂寞，可能大量的时间啊都是在外面啊应酬交流啊玩耍，不能够啊真正让自己潜下心来养育子女啊。我们知道这个易经啊将母德比喻为啊坤，比喻为大地。那么大地是什么特质呢？大地呢啊它就是一个承载养育。大地呢接受的是啊我们各种的啊废弃物，用这把这些垃圾呢大地再给它消化转变为有用的各种物质。现在如果说我们这些女子
不能够啊像大地一样安静下来，不能够像大地一样涵藏万物，不能够像大地一样具备厚德。那你想，上面长出来的树怎么可能啊长成参天大树呢？我们老祖宗啊把这个男女用易经乾坤二卦比喻得很形象了。男子呢就是应该自强不息，永远去拼搏前进。女子呢就应该像大地一样安静，守德忍耐，默默的去承载。女子往往做的呢是别人不在意的，别人不经意的，别人忽视的工作，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地大地都变成沙漠了，我们人类啊植物各种生命很可能很多都无法存在。像印光大师说的，现在女子呢要像男子一样也要去做面上的种种事情，那么这个大地啊就不安宁了。大地本身如果闹腾的话，结果是什么呢？大家知道，那就是地震啊。整个世界不安。我们看看现在种种现象。往往女子比男子还厉害。年轻人在一起咱们叫啥呢叫妻管严叫惧内。把这个天地都颠倒了。你想想，如果我们天地颠倒了，我们头朝下脚朝上，恐怕会得脑血栓高血压的不舒服。从现在我们社会的种种现象大家观察观察就知道是不是这样呢？的确是这样。的确这样。我们看现在统计的离婚率非常的高。而过去古代呢离婚是很罕见的事情。那么过去男女在一起组成家庭就没矛盾吗？我想也是有的。但是如果各居其位这个矛盾小男女是互补的。乾有乾的位置，坤有坤的位置，
各自啊承担自己啊应尽的责任，互相补充啊，这个天地呀、啊、互相各在其位，互相补充啊，这就形成了一个世界呀、啊。啊，对于我们家庭来说，这个家庭啊就很安宁，家庭呢就很稳固。如果女子呢也想变成天，挤上来了，那这个男子干嘛呢？啊，男子从他生理心理种种的条件都不具备啊，要成为一种女子啊可具备的这些可发挥的这些作用。你想啊，过去咱们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啊，家里边有两个天，那结果就是打吧，谁把谁打趴下了，谁就是老大，谁就是天，谁被打倒了啊，谁就是坤，谁就是地。而现在往往啊，我们这个女子都厉害一点，往往把男子都打趴下了。你想想，这个家庭如果阴阳一位，乾坤颠倒，它不合乎宇宙啊，不合乎自然规律。自然呀、啊，有其难度啊。所以印光大师建议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我们女子还是应该啊按照女子应该承担的责任所处的位置去做自己应尽的责任、应尽的义务。我们现在呢每天生活在忙忙碌碌之间啊，天天啊已经流转这个快速啊啊不稳定的这些生活中间，不能够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啊，家庭般夫妻吵闹，孩子呀啊往往不听话等等，这些原因出在哪里呢？就是出在呀 啊这个大地天天在地震啊，大地天天地震，我们呀啊天天颠簸不宁，身心不安，如何能够安静的去处理各种事物呢？如何能够让自己安静下来啊啊，去探索探索宇宙的奥妙呢？啊，过去我们古人说非宁静无以致远呀、啊、啊我们天天纷乱极了，哪里能够宁静呢？哪里顾得上教育子女呢？
子女在这种颠簸混乱的家庭里边养成的是什么呢？养成的也是混乱的思维，紊乱的习惯，身心啊不能安宁下来去安心学习，慢慢的茁壮成长。往往在这些不安宁的家庭里边长出的这个树是曲里拐弯，不是直直的，长出这个树缺乏营养，而父母呢又不知道原因，天天埋怨孩子甚至打骂孩子，对孩子呢不耐心不爱护，用烦躁不耐烦的这些语言情绪去对待。这个孩子呀长大了，他怎么可能不逆反呢？他长大了怎么可能去孝顺父母呢？他长大了呀对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也是一种不安宁的心态去对待，慢慢的这些紊乱动荡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滋生出来，从我们的语言行为上散发出去，整个社会啊都不懂得包容，没有耐心，没有恻隐，这整个社会都是一种焦虑。在这种紊乱的环境下，爱心、慈悲心不容易生长出来反而呢是贪嗔痴这些不好的方面、毒素的方面容易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生活这个环境里边都不舒服呀，我们对别人没有耐心，别人对我们也没有耐心，夫妻之间往往没有耐心对待父母对待孩子往往都没有耐心，急急忙忙的不知在干什么。大家都想成就，都想做点什么东西能够成功想在单位里边工作中间做出成绩，想创业成功，想做出一番事业，都是急急忙忙的，往往没有耐心去做基础工作，往往呢是用一些旁门左道去达成。我们看看现在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印光大师啊，一语中的，找到了我们整个社会啊不安宁的根本原因啊，就在哪里呢？就在女子这里。出了问题，啊，女子不安宁了，不去干自己啊本分应该干的事情了，而是去做男子要做的事儿。所以家庭世界天地都不安宁了，所以印光大师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啊，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乃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抄的一大半乃真与实与也。也就是说，整家庭能够安宁，国家能够治理，天下能够和平，这个权力都在女子手里，这是大权力了，还去找什么权力呢？你放弃这个大权，去搞那些自以为是要应该做的事情，结果呢，社会也不安宁，国家也不安宁，家庭也不安宁。我们女子啊，为坤，为大地，具有啊很坚强的承载能力，极有耐心，可以啊养育生发万物啊，这是啊天地给我们女子赋予的责任啊，那是啊，这个德，它里边包含的内容，所具备的功能，实在是太大了。而我们女子呢，放弃了自己啊，这个啊这么优秀的、完美的、圆满的功能，去做啊自己不擅长、不应该去做的事情，于是呢大家都很累，大家都无所适从啊，大家呢整个都得自己在定位自己的位置，乾不乾，坤不坤呀，你想想，不能正位，我们如何能干好自己的本职呢？如果太阳不能够从东到西正常运转，如果月亮不能够阴晴有时调节阴阳，
那么我们很可能就乱套了。所以呢，啊，印光大师说，他说的是真语实语，是老实话，是真话，大家呀，应该去听，应该啊听印光大师的教诲。我们女子现在啊，大家都要经历学习，都有工作，这很好，这个呀啊改革了，弥补了过去女子没有文化，不懂教育这方面的弊端，啊，使女子不再愚昧，这有它呀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啊庆幸，但是我们女子学到了这些文化，同样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女子应尽的责任。无论在家庭在社会上，我们都应该像坤道，像大地一样安宁承载包容，给别人啊成就的机会，是在家庭里边，是丈夫是子女通过我们的承载，我们的养育，我们的支持，使他们呢都能够尽心尽责的完成他们在自然中的责任。这个呀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我想我们现在社会啊，女子如果能够像印光大师教育那样懂得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再结合我们现在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这么优秀的文化知识，我想我们女子啊应该啊能够比过去古代那些女子承担的责任工作应该能做出更优秀的成绩啊！毕竟我们没听说过古代女子会上电脑啊，会放音乐啊，还有胎教等等，我们现在呢能做到了，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女子又能够啊安分守己，不要老想着表现自己突出自己，做一个啊安宁的大地，承载啊子女家庭，我们这个社会慢慢啊就能够安静下来了，我们这个社会啊慢慢呢自自然然就安宁了。现在我们太急功近利了，无论男子女子都太急忙忙了，太匆忙了，对于孩子呢也是太着急了，想把孩子培养成圣贤，培养成有能力的人，于是呢自己不重视自己这个大地是不是安宁肥沃，不重视这个父亲作为前道，这个天空是否风和日丽，阳光普照，给这个家庭啊以一个和谐安宁祥和的环境，
天天呢急急忙忙的，逼着孩子去上补习班啊，逼着孩子啊超出他能力去学这个学那个，而不是遵循孩子的天性，让孩子呢在这个良好的环境下自自然然的成长。现在父母对孩子做的都是拔苗助长的工作，或者呢是催肥的工作，或者呢浇水浇的太勤太过了，那么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说实在话，没有被淹死，没有让肥呀烧死，没有呢那拔苗助长把这个根儿断掉，提前中断啊，说实在话都很万幸了。家庭啊是一个安宁的港湾，我们在家庭里边不要想着干多大的事业，事业呢可以在工作环境去考虑，回到家里啊我们就要把身心安宁下来。就像我们远航当疲累了，身心疲劳了，我们都想呀把这个船驶回到